生痴，何惧面前功过事，江山渔火弯月，对酒当歌诀别，千秋如梦回首时，你走远，过往空尽找不出，春江花月楼台空，当年明月几何处，换取翩翩惊鸿，历史的天空留不住寒雨也来风，岁月藏起一番番旧心痛，被随手一扔，匆匆被尘封。被随手一扔，匆匆被尘封。以周太医为首的几位，却认为绿符给武媚娘描眉时间尚短，进入其体内麝香分量并不足够，且绿符暴露后，武媚娘连日服食药物中和麝香之毒，不至于因此而小产。不过周太医自己也承认，每个人体质均不同，若说只是场意外，亦非毫无可能。意外？你以为这世上有那么多意外啊？绿符那盒青蛾，本宫是再清楚不过的，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根本起不了什么功效。不过一想到这宫中有如此可怕之人，居然能绕过层层防备，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的孩子打掉，这实在是让本宫有一些胆战心惊啊。哎呀，真想知道是什么人下的手。娘娘，您说会不会是皇后王玉燕？怎么可能，她以前在跟本宫对峙的时候常常处于下风，又怎么会在对付武媚娘的时候突然变得这么缜密狠辣了呢？娘娘所言极是。不过皇后背后有王大人跟长孙大人的支持，如果说是他们安排的这一切，也不是没有可能。听闻先帝在位时，长孙无忌就想除掉武媚娘，因为一个预言。不管怎样，武媚娘没了先帝的骨肉，便再也没有资格留在宫中了，娘娘以后再也无需为此女心烦。你说什么？奴婢说武媚娘没了先帝的骨肉，很快就得离开了，您之前不也这么说的吗？本宫之前想错了，就因为她的孩子死了，此女才可能永远不会离开皇宫。不行，本宫明天得去一趟立政殿。娘娘要去见皇后？代卿，查得怎么样？臣代卿，起来。
查得怎么样？回陛下，臣已命人彻查了前日在寿筵上所用的一切食物和酒水，包括武太妃所乘坐的马车、所穿的衣衫和所用的胭脂。凡是武太妃那两日在终南山所接触的一切事物，臣都命人查了，却没有查到任何问题。可媚娘最后喝的那杯茶，是否皇后专门命人调制的？确实如此。不过，臣也反复查验过，那杯茶里所含的芍药和甘草，都是利于安胎之物，对孕妇有利无害，绝不会导致小产。那如此说来，确实那宫女绿芙给媚娘画眉所用的青娥，导致了媚娘的小产。这也似乎不大可能啊。臣与太医们商议了，倒是周太医揣测，两物相生而生发了毒性，倒是有些道理。只是如此说来，可疑的范围便更大了。臣要想查明此事，仍需时日。微臣告退。启禀陛下，武太妃醒了。武媚娘醒了？正是。既然醒了，是时候离开了。派监察御史刘询起居舍人韩庆做十一陈孝宗，明日面奏陛下，就说武媚娘已然流产，按大唐律不适居于宫中，按理应该及时送返感业寺。仅此三份奏书，只怕分量不够啊。当然，明日为父须得面陈陛下，到时候陛下唯一的托辞便会是武媚娘身体尚未康复。只要让陛下将此女离宫时间说定，即便让她在宫中待个十天半月，又有何妨？娘娘，是时候服药了。陛下已足有七日未宣本宫侍寝了，长此以往，即使服用再多的灵药良方，想怀上龙嗣，也终究是痴心妄想。娘娘，陛下许是政务繁忙。陛下是忙啊，近日来他废寝忘食，就是为了查清武媚娘小产之事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他情况怎么样了？就在一个时辰之前，武媚娘便已醒来。恭喜娘娘，萧淑妃已然失宠，武媚娘也不再是威胁，这大唐后庭终究还是属于娘娘您的。你去挑选一些补血养气的药材，随本宫去看看她吧。娘娘，这宫里人都知道武太妃此番回来心怀鬼胎，屡次魅惑陛下，您又何必同情这种人呢？不管怎样，武媚娘终究是失去了孩子，既然最令本宫担忧之人已不能长久留在宫中，也算不上什么威胁了。她未能如愿以偿留在宫里，本宫也未能给陛下诞下皇子，今夜我和她就算是这宫里的失意之人，就当同病相怜吧。为什么会小产？是不是因为在高阳寿宴上最后喝下了那杯茶？姐姐，听太医说还是因为前阵绿芙给您用的那盒青娥导致麝香入体，才让此祸事发生。喝了那杯茶之后，
便觉妇孺刀绞，一定是茶有问题，一定是那杯茶有问题。瑞安，那杯茶被端上来之前，有何人接触过？何人接触过？瑞安不知道。我听说那杯茶是皇后命人调制的。皇后，皇后，皇后，小淑妃，不会是他。媚娘，我可以为你加强护卫，你别走。不能是他，这是他的骨肉。启禀太妃娘娘，陛下来看您了。媚娘。媚娘拜见陛下。快请起吧。朕听说你好些了，便来看看你。听说陛下这两天一直在查媚娘小产一事，不知道有没有结果。朕已着令大理寺严密勘察，一有任何线索便会即刻禀告。听说在高阳寿宴上，我跟陛下最后喝下的那杯茶是皇后命人调制的，对吗？是。可是朕已派人调查了，那杯茶没有问题。陛下日夜繁忙，却在媚娘方一醒来便赶来探望。媚娘感激不尽，现在陛下看也看过了，媚娘已然无恙，陛下这就请回吧。媚娘，朕明白，你此刻怪朕也是应该的。我不怪陛下，我这是不知道该怪谁。我没有能力保护我自己腹中的孩子，却贸然回到了这危机四伏的皇宫，是我的错，是我的错。陛下，请回吧。都找过了吗？可别留下什么尖锐的器物。放心吧，瑞公公。你们都下去吧。等等。Thank you.
姐姐有何吩咐？其他人都下去吧。如恩，你留下。是。别藏了，把剪刀拿出来。姐姐，你要剪刀干什么呀？我知道你担心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不好受。但是我不会干傻事的，别担心。床旁边有一个木箱子，帮我拿过来。是。姐姐，这是给孩子准备的衣服。这件衣服，我从感业寺的时候我好希望他出生后穿上的第一件便是我亲手缝制的衣服。马上就要做好了，就回到这宫里。今天晚上我想把它缝完，陛下。王德，老奴在。宣州太医觐见。是，陛下。什么时候，陛下也能为本宫如此失魂落魄一回？那该有多好！娘娘，咱们还去看武太妃吗？你这一晚上抓耳挠腮的，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姐姐，姐姐舒瑞安放肆，您现在心里是不是还在怨恨陛下？他把我接回宫来，也是为了我好。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我不怨他。那姐姐何不告诉陛下，您怀疑那杯茶有问题？说什么呢？我不想让他心里为难，有些事情自己心里知道就好。瑞恩，记得明日一早请康阳公主来一趟。是。
陈孝宗，算上韩庆与刘询，这是金臣第三份了吧？陛下为何叹气？这些奏书，朕批的憋闷。无论大小政事，群臣的意见几乎都是一面倒。说起来是文武百官，可是声音却只有一个。朕这朝堂多半都是贞观年的旧臣，父皇在的时候，他们的进言可不是这样。陛下的难处老奴都看在眼里，不过陛下亲政未久，凡事都再忍忍吧，等忍过这些年，陛下的天地必会越来越广，那个时候。你的意思是等他们都老死了吗？哎呦，陛下又头疼了。哎呀，老奴就说不如宣太医来看看吧。啊，没事。启禀陛下，长孙大人求见。那宣。是。宣。立政殿花园想必是花了姐姐不少心思吧，可真是姹紫嫣红啊。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啊？淑妃妹妹竟然有空来本宫这立政殿拜访，想必除了夸赞花卉之外，还有别的话要说吧。妹妹前来叨扰姐姐，主要是为了一个人。谁呀？武媚娘。不知舅舅有何事要奏？陛下，老臣今日来此，是想与陛下商议一下武太妃的去留。先帝龙嗣流产，的确是件憾事。可依照朝廷的规制，武太妃既然流产，便再无任何理由久居宫中。不知陛下准备何时将武太妃送回感业寺呢？自朕登基以来，舅舅便一直事必躬亲，尽心扶持，未免太辛苦了。其实这等小事，自然会有宫中的礼官好好安排，真的无需舅舅如此操心。陛下，礼教和伦常乃是一个朝代立足之根本，凡事与之相关的事情绝无小事。老臣之所以如此担心，也是为了不辜负先帝的嘱托，不负陛下的信任。相信陛下也不愿意因为老臣的一丝疏忽而辜负了先帝吧？当然，只是武太妃的身体尚未痊愈，理应在宫里调养一段时间，再回感业寺。就医，陛下圣医。既然武太妃是小产，想来休养一个月足矣。那陛下，不如一月之后恭送武太妃回感业寺。朕倒是觉得一个月未免短了一些。陛下，以武太妃现在的身份，她就是皇宫的一个过客，早一天和晚一天没多大的区别。老臣说一句不该说的话，陛下想要留武太妃在宫中，所念及的无非是儿时的故交之谊。可是陛下，武太妃已然流产，这个皇宫可是她的伤心之地，难道她
真的就那么愿意留在这儿吗？好，一个月后送武媚娘回感业寺。媚娘，高阳，我需要你的帮忙。你是想离开皇宫吧？你放心吧，我会为你打点好一切，帮你永远脱离这个是非漩涡。至于九哥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他一定会同意你离开的。媚娘，你终于开始考虑自己的将来，肯让人帮你，我也就放心了。我知道这个孩子对你有多重要，失去他的痛苦我可以理解，但是根本无法想象那天看你刚醒来的样子，我真的怕你会想不开。我不会寻死，也不会离开，我要留下来。什么？这个孩子，他是我的一切。杀死他的人不是吕府，凶手另有其人。不管是谁，他毁掉了我最真实的一切。我武媚娘必将千倍百倍的让他偿还回来。在这个宫里，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你愿意帮我吗？媚娘，难道你连九哥也不愿意信任了吗？我信的，只是杀死孩子的人，若非辅佐他的大臣，便是他后宫的女子。我不想让陛下为难，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束缚。所以，报仇之事要绕开陛下进行，不能让他知晓。好，我一定帮你留下来。妹妹说武媚娘会成为你我的心腹之患，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了吧？不过是一个失了孩子的可怜人，且马上便要送出皇宫。送回感业寺，这样一个人，威胁何在啊？姐姐认为这武媚娘小产之后便对自己没了威胁，难道不是吗？大错特错。起初妹妹也以为这武媚娘是凭借自己怀了身孕才回到宫中，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她在宫中安身立命的最大倚仗，自当要好好维护。可就在昨夜，妹妹突然想通了，若是此女子存心想蛊惑陛下，那么这个孩子就将成为她跟陛下之间最大的障碍。你的意思是，这次小产竟是她自己？姐姐可知道贞观年间这武媚娘在宫中的所作所为啊？听闻当时宫中的四位皇妃，倒有德妃、淑妃、贵妃三人的死都跟这武媚娘有关，
而敢跟他争宠的女子，如郑婉言、萧强、徐慧三人，也无一人能得善终。若非当时先帝驾崩的连番变故，恐怕此女子早就成为我等都需要跪拜的太后了。以她的行事风格，完全有可能牺牲掉自己的亲生骨肉，以此来获得永远待在陛下身边的机会。可是一宫中的规矩，规矩是人定的，只要她获得了陛下的心，总有办法。你不过也是一番揣测，更何况你又何苦来告诉本宫这些呢？对，我没有证据，只是想来给姐姐提个醒。姐姐向来与人为善，若是被人利用了，岂不是与虎谋皮？本宫还真是多谢淑妃妹妹费心了。秀珠，送客。反正该说的妹妹今天都已经说了，也算是不虚此行。至于信不信，就全由得姐姐自己了。那武媚娘居心叵测，你又安得哪门子好心？媚娘，陛下，夜已深了，还是请陛下回去休息吧。媚娘，媚娘，我知道那一夜仿佛是场梦，我告诉自己该醒了，可我不愿意醒来。我知道你失去这个孩子是多么的痛苦，可是我的痛苦你又何尝而知？为了你，我可以豁出一切，性命江山我都可以不要，只要你能开心幸福。可是我如今就算贵为九五之尊，却可怜的连爱你的资格和身份都没有。芷奴，你别说，别说。媚娘，你听我说，自从你我在夜庭相遇之时起，你便是我全部的情感，时至今日从来都没变过。媚娘，我的心你可以假装不知，但是你不可以否认它的存在，哪怕它在你眼里一直轻如微尘。芷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芷奴了，现如今你是陛下，是大唐的帝王，有些事曾经是我错了，到了现在不能一错再错。媚娘，我不想失去你，
梅娘，我不想失去你。九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好不容易把媚娘接回来，你为什么那么轻易就答应长孙舅父一个月之后把她送回去？九哥，但是今天就有三位大人行文上奏，说要是媚娘继续居于宫中，与礼不合，舅舅更亲赴御书房与朕谈起此事。那又怎样？当年他们还跪在甘露殿外求父皇杀了媚娘呢，父皇是怎么做的？九哥，你是天子啊，你为何要怕那些大臣？前一阵子你贬褚遂良杀鲁世宁，说服长孙舅父将三哥留在长安的气魄到哪儿去了？朕从来没有怕。便是当初在感业寺外，朕曾经发过誓，要是媚娘真的愿意回到宫里，就算所有大臣反对，就算与全天下为敌，我都要竭尽所能带她回宫。可如今这皇宫后庭，对于媚娘而言，只是让她伤心、绝望的所在。我又何必要勉强她呢？九哥，你错了。媚娘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留在这宫中啊。不可能，他已经认定自己最后喝的那杯茶中被人动了手脚，他要留在这宫中找到凶手，为他的孩子报仇。报仇？没错，起码心里有个报仇的信念支撑着，可以让媚娘活下去。总而言之，他现在面前有两条路，要么他就留在这宫里找到凶手为孩子报仇，要么他就得回感业寺。你猜他若是报仇无望，他会怎么做？朕可以允许他留在宫中，动用宫中的人力物力调查此案，可是这一切须得在暗中进行，还有不要让他知道朕已默许此事。高阳明白，只是你可想到什么方法能让媚娘在一个月后不必回到感业寺呢？容朕再想想。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也许是唯一的办法。说。让媚娘成为你后宫嫔妃之一。你婕妤、昭仪，甚至是皇后，只要她成为你的女人，她当然要留在这宫里。你简直疯了！你荒唐！
难道跟媚娘在一起得到她不是九哥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吗？不是，朕从来对媚娘绝无这些非分的念头。哦，是吗？九哥，其实这是媚娘的机会，也是九哥你的机会啊，既救了她又成全了自己，要么就让她留在这宫里一辈子也不离开，要么就得让她回到感业寺自生自灭。如何取舍就看九哥你了。成为真的皇后。